今天会赢吗？今天要拼一下。应该是蛮有机会的啊。今天对手有一个不太会感觉不太会打双打。哎呀，我看手是谁的，我不知道。是啊，我看你们昨天那一场打的蛮惊险的。蛮惊险的。对啊，打的错错的。而且我看你们另外一组打他们也是跟你们的分数一样。啊，也是赢的。他们也是赢，都跟你们的分数一样。哦。对啊。 你11点打吗？对啊，你早。你们是谁说要来报这个的？我原本就有要报啊，我原本就有跟李元佑，我跟李元佑配啊。哦。对啊。不是我们是他打正。对啊，打正认识的，我就练打过一次都认识。啊，为什么打正打？因为我们系里的学弟在找。 去打球，对吧？就很无聊。那这个教练有一个教练现在在湛江哎。哦，听吗？追网。我不知道他本名叫什么。是啊，只是他在追网。长隆大学。哦，是啊，长隆大学啊。那我不知道。哦。哎。 Hello， 哎，你今天打？有啊。我们想说，如果对手没来后，我就要上去帮忙。对啊，帮对手跟我朋友打，跟宝妹打。有没有差点没来？因为他们两个昨天都输了，都输另外一个。 他们两个，就是他跟他昨天都输另外一个，哎呀，哦，今天这两个无关胜败啊，哎呀，无关晋级啊。哇 ，nice。 今天打得比较好。我也是啊，好累，昨天1点多睡。那今天的状况，这边。
打不太好，昨天打不太好，然后强调发球没有发进，发球。他昨天应该赢的，我觉得他昨天，因为他太久没打单打，他昨天那场手感不好。好打吗？第三吧。你昨天睡健康大还是第一啊？我就是这样啊，这也是这样。可以帮我顾一下这台相机吗？哦，你坐电车过来。哎，转超。我是真实 online 到的。他刚突然换边自爆四分。知道武器啊？航太。硕士。博班。博班呢？他博班，博五还博六吧？哦，是啊。对啊。对，他不过30岁了。要毕业了。他好像明年要毕业。他毕业了。好像在成大当演技。当什么？当演技啊，博后演技。哦。好爽哦！对啊，要继续打，可以继续打球。哦，还有机会哦。清大附一师，七幺一二场地出战，一般单第325场次，亚洲大学林哲。
他们昨天就做了。就都会要求选手都找一个选手，真的啊真的啊，你看你们人这么多，随便找一个装装，硬比，那就 OK 了。我上班就很猛猛的，百搭，对啊。大了。啊！啊！不要被逆转啊！真的假的？我打白兽，打在哪里？